听说你很懂猫，十个快问快答，看你能答到几个。第一个，猫最讨厌以下哪个味道？第二题，以下哪种水果猫不能吃？第三题，地位高的大猫和地位低的小猫相遇时，地位低的小猫尾巴会？第四题，猫看着你突然歪头是什么意思？第五题，当猫打架时，第一时间做什么才是正确的？第六题，以下哪个行为说明猫 emo 了？第七题，以下哪个行为代表猫喜欢你？第八题，猫把屁股对着你代表？第九题，以下哪种花猫不能碰？第十题，以下哪种情况会让猫翻白眼？问答结束，看你答对了几个。